大家好，我叫杨一哥，我今年7岁，我名字叫马秋。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就是我的家人，我家那里有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，还有爷爷奶奶和我。我有很多很多的玩具，我最喜欢的玩具有变形金刚、风扇车、大头鸡和我奶奶有很多的女孩玩具，她喜欢的有 Hello Kitty 米妮、芭比娃娃和我姐姐她很小，还有他抢我的东西，我吃很多东西。我们在一起玩，一起吵架。我爱我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、爷爷。